感觉我们两个的衣服有点像。情侣装。哎，没关系没关系，我们高中校服还都一样呢。走吧，进去吧。如果有一天我死。你怎么也盘脑袋？因为说了不好的话叫摸摸木头，我爸说我是榆木脑袋。你爸怎么跟我妈一样？我小时候我妈老是瞅我口无遮拦，每次我不经过大脑说了什么不好的话，她就会让我摸摸木头，但又不是哪都有木头。然后她就跟我说，那你就摸摸脑袋吧，反正也跟木头疙瘩一样。后来就养成了习惯，每次说了不好的话都会摸摸脑袋。你呢？我跟你一样。天哪，我终于遇到第二个榆木脑袋了。电影快开始了，我们快进去吧。走吧。合适重要还是喜欢更重要？是你的话，你选哪个？这俩不矛盾啊，喜欢的刚好合适，多好，干嘛还要再选？我都要。你还都要？现在能遇到合适的都已经很难了。没有啊，合适不难吧？那我们两个榆木脑袋不就是吗？合适的已经有啦，现在就差喜。哎，你走那么快干嘛？你还没说完呢。到时候这个地方会挂横幅，然后这个中间的位置会放画架。哎，有三幅主画会呈现在正前方。我还给你打电话来着，你记得吗？门口的大屏也会同步展示相关的作品介绍。你第一次参加这种公开活动，我怕你不太适应，就跟公司商量把场地定在了美术馆。在你熟悉的环境，到时候现场作画也不会那么紧张了。麻烦你们了，想得这么周全。都是我们应该的。那工作结束了，一起吃个饭。许墨。哎，这么巧，你们也在。过来看看场地。哦，对了，我介绍一下，这个是 LAC 的江总监，这是我们策划部的组长廖组长，这两位是 LAC 的何经理和丁丁，还有我们公司的赵雨思和秦小柯，这是插画家张瑶。张老师，你好。江总监，幸会。不好意思，我接个电话。哎，张老师，您好，您好。许墨都跟您说了吧？啊，正好我们在这儿，然后有什么不清楚您就问我们，我们给你一一做解答。没有，许墨已经介绍得很清楚了，后续的安排我一定配合。好，好，好。很早之前就听说过张老师了，今天终于见到。我听说张老师不是江北人，那有空可以逛一逛，江北很多好吃的。嗯，张老师喜欢吃甜口的，到时候发布会结束，可以去尝尝。哦，因为江总监的女朋友之前是你的粉丝，而且是老粉，喜欢你可多年了。是吗？那有空了，江总监可以带女朋友一起来看看画展。江总监的女朋友肯定跟江总监一样，很不一般。张老师，那个江总监女朋友你认识啊？是，你都聊半天了，那边。他要说有机会，肯定带他去。好。张瑶本来还约你一起吃饭。我记得是问我来着，但我还没有回答你就叫我，谁知道最后再问他，他又说不去了，晚上要回去画画。有事吃。哎，尝尝我们家蛋糕，好吃不？好。喜欢就带一盒回去呗。
是不是很好吃？我买一盒。你已经买了很多了，再买吃不完，放冰箱隔夜不新鲜。这女孩子就是要丑的嘛，没听过那句话呀？这老婆娶得好，招财又进宝呀。听到了吧？老婆娶得好，招财又进。我买。我开完会了，晚上要不要一起去吃饭呀？今晚。干什么去？你看看表，现在才几点钟啊？6:05。你赶着去投胎啊？啊？不是，主管，已经到下班时间了。你看看在座的各位，有哪个挪了屁股的？主管，我事情做完了，已经到下班时间了，为什么不能走？事情做完了是吧？那这些资料通通给我归档到电脑里，今天晚上我就要。副主管，这些不在我的工作范畴内啊。现在就你最闲，你不做谁做啊？副主管，我待会儿真的有事儿。你能有什么事情？要说闲，我看明明是赵主管您最闲吧。我每次来公司，您好像都不在工位上，也不知道去哪儿。我到处都是事啊。私事儿还是公事儿？那肯定是公事啊。哎，宋老师。我一直很好奇啊，像您这种性格的人写出来的东西，那些受众到底都是些什么人？反正不是你，您可是劳动法的受众，我可写不出压榨员工的行为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啊，宋静心，你别以为你会写几本臭书你就了不起了。你信不信这部剧我现在就找人把你换掉，让你立马走人啊。你对宋经理好什么好？你是不是让你走人？啊，沈烨，你小子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啊？你以为这公司是你家开的？你先把这个看了再说。你滥用职权从中牟利，你好好看看，没冤枉你。好啊，你小子，你敢造谣领导，不只是宋金喜，我让你和他现在就给我滚蛋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张特助，什么东风把您给扯来了？沈董打电话一直打不通，喊我上来看一看。哦，有打我的电话吗？我看一下啊。没有啊。不是你。不是我。那是谁啊？你有没有发现董事长和沈毅一个姓啊？啊，不会是这不明摆着的吗？我的天哪。沈毅真是他爸的儿子，哎，不对，沈毅真是董事长的儿子。对呀，你是没看到，赵主管脸都绿了。哼，你这还真是体验了一把电视剧里的桥段。哎，不都这么演吗？男主为了救女主，不顾危险，亮出自己的身份。宋姐姐，你下部剧有题材啦。我当时是有那么一点点感动。但是后来我越想越生气，合着弄了半天我陪他体验生活呢。哎，人家又不是故意的，可能是没有机会告诉你。我看他就是见外，把我当外人。那我问你个问题，宋念念，如果有一天我变成了超级富豪，你会怎么办？那当然是抱紧你的大腿，打死都不松。
那神医呢？不知道。或许你不只是把他当做朋友，才会期望他对你绝对的坦诚。总之，我这段时间肯定是不会原谅他的。之后，之后再说吧。张老师在业内一直以清流著称，不喜欢这种偏商业化的东西。这次不仅接受和 LIKE 合作，还愿意公开露面，把之后三年插画展都放在 LIKE 民宿。可以问一下原因吗？原因很简单，有个认识很久的朋友邀请我，我就过来了。那看来是很重要的朋友啊。张老师，您接下来的作画内容您构思好了吗？好了。那我们开始吧。张老师，您的这幅画为什么叫春天呢？四季更迭对我的影响微乎其微，在过去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里，我的人生一直处在冬季，没有其他季节，所以我的画对于春天的表达一直都是浅于表面的绿色。直到上个月的一个雨天，我去咖啡厅买咖啡，没有带伞，一个人把他的伞给了我。我看着他冒雨冲入灰色的人群，直到那个时候我才发现，原来春天还有其他颜色。那个人改变了我对春天乃至整个世界的看法，他的出现让我灰色的人生有了春天。这幅画是我为他画的，所以叫春天。哇，这个特别好。哎呀，张老师，刚刚您那画太有意境了，我整个人都陶冶了。那记者一直在夸您呢。廖组长，您中了。我跟你说，组长，啊，组长，那里有个记者要采访你。行，那个张老师，我让小许陪您再聊一会儿，我这边还有点事儿啊。那个小柯，把那个老师东西帮上收拾。好，过去。Go， 辛苦了。我刚才在下面拍了很多视频和照片，回去发你。那我是不是得请你吃个饭，好好感谢一下？好啊。怎么了？这么高兴？啊，张老师说要请我吃饭，有饭吃当然高兴啦。张老师是我们 LIKE 的合作方，怎么能让他请呢？应该是我们 LIKE 请客才对。刚才我让何经理订了个饭店，待会所有人都会去。我过来呢是要请张老师的，希望张老师赏个光。公司有饭蹭，咱们就不用出钱了。张老师，一起吧。好。那个，借着江总监啊请客的这个机会啊，我小讲这么两句。首先感谢江总监把大家这个召集在一块儿。再一个呢，感谢
张瑶老师能够参加我们这次的活动。好，那么我提议啊，幸福美满欢乐多，大家一起来个小漩涡，来干杯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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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好。江总监也太贴心了吧，木姐真的很幸福，是吧？哎，张老师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这次多亏有人帮。没有没有。我妈又查岗，我跟她说我们在一起吃饭。嗯，大家先吃，我们出去一下。来来来。妈，我和谢石在陪客户吃饭呢，你找我们有什么事吗？也没什么事儿。哎，你姥姥家的那个葡萄树啊已经结果了，你姥姥特意给你们留了几串大果，过两天啊我就给你们寄过去。那个小谢吃葡萄吗？吃的，谢谢阿姨。哎，你们刚刚看到江总监那个宠溺的眼神了吗？哇塞，干嘛？你羡慕？可惜江总监的宠溺只属于木姐一个人，你呢，吃饱就行了。我们江总监的魅力那是众所周知的呀，是吧？哎，我们公司许木那也是一表人才呀，我当时一眼我就看中他了。咱们两家这也算是联姻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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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吃啊。还有啊，过段时间等你们假期的时候，你们抽空回来一趟。你爸呀老是说要见见。回头一定抽空拜访您。好，行，那我没什么事儿了，你们呢赶紧去跟客户吃饭去吧。好，妈再见。拜拜。吓死我了，差点穿帮。哎，不过话说回来，你现在眼睛越来越自然了。那你得报个班，多练练。你喜欢什么样的男生？嗯，你怎么突然想起来问这个？我吧，那种有点才华的男生还挺喜欢的。画画的也行，画画的男生气质好。我高中的时候学过一阵子画画，还得过奖。你，我们一个高中的，我怎么不知道？你不知道的事情多着呢，你肯定又是骗我的。你不信可以问问小姨。哎，你要这么说，我真的要去问小姨了。怎么了，念念？什么事？耐心只有一条微信是吧？世界上又不是只有一个沈毅。说不理我还真不理我，有本事一辈子别理我。我绝对不会再理他，我就不信了。离了他我还活不了吗？我再理他，我就是狗。我现在就把他电话拉黑。完了完了，我给他打过去了。那就挂了呀，反正你也不想见到他。哇，怎么办？沈毅给我打电话了。挂了呀，你不是不想理他吗？宋念念，我们见面吧。你那边怎么样？看到有狗跑出去了。我这边也是。你要跟我说什么？你先说。你已经23小时没理我了，
我睡不着，代码写不进去，我满脑子都是你。但我不敢来找你。我以前从来没有觉得过，我会这么喜欢一个人。我爸总说我是单线思维，因为我从小到大好像只能兼顾一件事。我上学的时候，只要我一贪玩，我成绩就会下降。我爸一抓一个准儿，因为我对后果也是后知后觉，就跟现在一样。你不在我身边，我突然发现，我好像喜欢你。我不理你，你就不会来找我吗？我又不是真的生气。我给你发信息，你也不回。我要是去找你的话，我怕你会讨厌我。怎么会？我满脑子都是你。我写小说都写不好，我好像也喜欢你。真的吗？虽然不知道为什么我想问，但或者说，我站在这里，但是宋念念，你介不介意和你书里的反派谈恋爱？不是，我想说，宋念念，我喜欢你。这应该是反派该做的事吧。沈烨，你没报过名字吗？不记得。最后两幅定的是夏日水母和烟火节气，对吗，张老师？嗯。好，那差不多了。我给廖组长打个电话，让他把这些画跟民族的风格对一下。好。江总监很喜欢这幅画。张老师的作品在业内数一数二，不喜欢的话也不会合作了。我还以为江总监是因为这幅画是关于许牧的，所以才不喜欢。张老师不要忘了，我和许牧是男女朋友，只是表面。你想说什么？我的意思已经很明显了，我喜欢许牧。好累啊。哎，我出去打电话的时候，你和张瑶聊什么呢？感觉他回来很开心啊。我想在许牧喜欢你或者有喜欢的人之前，我都有喜欢他并且追求他的权利。没什么。饿了的话我去做饭，想吃什么？排骨汤可以吗？尝了啊。可以。着迷，每时每刻都想念你。
如我是宇宙的星星，轨迹就会为你偏离，想说你在我的心里记录着的一点一滴，想和你游历风景，夏季的冬季，所以在梦里的是你，所以总是偷偷靠近，我也意识到我是有点执迷，在等着你的回应。如果未来身边是你，陪我们不四季更替，放下了不安和一切忧虑，陪你等日落潮汐。如果察觉我的心意，能不能靠近别藏匿，仔细听我们此刻的呼吸，我的心动频率都因你而起。哎呀，这破会是越开越长，我都要饿死了。先点一点喝的垫一下吧。哎，要不然你俩先找个地儿坐，我买完了找你们去。不行，我还得买点吃的。我给你留下吧，许木，你先去找个位置，你要喝什么我帮你点。行，那我要一杯果汁。嗯 ，OK。许木，我是谢石的朋友，你可以叫我乔楠。之前沈毅给我看过你们照片，我还怕认错了，没想到果然是你。啊，你好，沈毅。哦，沈毅是我表弟，他之前跟我说过民宿的项目后面是你负责是吗？那估计我们以后要常见面了。我到时间了，我跟老板约了一下要见一面，回头我让沈毅攒个局，我们一块儿吃个饭，认识认识。好，拜拜。那个刚回国的乔楠你见了吗？没有，但听说他和江总监可是世交，家境相当，从小青梅竹马，乔楠好像还是江总监的前女友呢。还有这层关系啊？你说那个许……还要辛勤工作呢。我要是你，早就回去看看男朋友还在不在了。看你这个表情，江总监应该没告诉你吧？我们两个的事，用不着你操心。我在国外的朋友可是告诉我说，江总监跟他在国外可是形影不离，这异国他乡孤男寡女的，很容易产生感情的。而且乔楠家世又好，长得漂亮，有能力，有这么一个红颜知己在身边，哪个男人能不喜欢？家境相当，从小青梅竹马，乔楠好像还是江总监的前女友呢。江总监跟他在国外可是形影不离，这异国他乡孤男寡女的，很容易产生感情。虽然我没资格问啊，但是我们两个人在外人面前好歹是情侣，如果别人问我你和乔楠的事情，我不知道，那是不是不太合适啊？所以你和乔楠，不行不行。今天方晶晶说你和乔楠也不合适，方晶晶的话不可信。魔方，你说姐姐到底要不要问啊？算了，直接问吧。回来了，怎么还没睡？在等你，我有事情想要问你。就喂，你好。你好，我是乔楠，不好意思打扰。
打扰你啊，我打谢石的手机一直没有人接，所以我才问沈毅要了你电话。谢石在你旁边吗？在，请问有什么事吗？可以麻烦让谢石接下电话吗？我有事情找他。乔楠，找你的。喂。好，我知道了，马上过去。我得出去一趟，早点睡觉。大晚上叫谢石出去，我怎么感觉不对劲啊？他就没跟你说，你也没问。我们俩又不是真正的男女朋友，他跟我说才奇怪的，好吧？我也没有理由问人家。是这么个道理，不过他应该知道你是谢石女朋友吧，不然也不会打给你。念念，睡觉了。你家沈一催了，快去睡吧。嗯，那行，有事儿再打给我，我能听见。好，晚安。享受我对你多着迷，每时每刻都想念你。如果是宇宙的星星，轨迹就会为你偏离。想说你在我的心里，记录着的一点一滴。想和你游历风景，夏季到冬季。所以在梦里都是你，所以总是偷偷靠近。我也意识到我是有点执迷，在等着你的回应。如果未来身边是你，比我们不四季更替，放下了不安和一切忧虑，陪你等日落潮汐。如果察觉我的心意，能不能靠近别逃离，仔细听我们此刻的呼吸，我的心动频率都因你而起。